验证你的照片，我干起走噻。原来要弄不要整大风车了，要整那个啥子？冬天的那一把火了。耶，这晚上是我们过年回来专程哦，就那个冬装穿的哦。这人今年不到40岁，穿的跟那个50岁的大妈一样。你那嘛穿起才跟大妈一样嘛，你看花的花的，红的红的。你看我们几个婆娘现在是好久没钻在一起了，嘎。我几个婆娘钻在一起，她男的我不高兴，把她坏了。你以为那男的和钻起就不白我嘛？一样的白我哎！哎呀，为什么那几个婆娘我又钻了一堆？就三连队才嘛子收拾你两个。你耳朵没长，你的半个耳朵只长半截了。哎对，我发现我男的好造孽，嘎。所以说耍朋友的时候，你要看清楚的。你戴眼镜儿你没看清楚，你等于还是没看清楚。我是看清楚的，弄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拿过去了。我这个腾出来就对了，弄过去拿点过去嘛。我这反正是差不多了，等熊来就可以吃。3000，我记得我干不得综合了哦。哎呀，这种轻巧的事嘛，拿来我干噻，是不是？你笑死人家！哎呀，好多到哪儿进？你以为？哎，吃饭喽！哎，姐姐硬是晓得我没吃饭来的嘛，准备真多。操你妈啦，你可能啊，你看见这些人都晓得搞不？好，我先煮起来，你进去坐着哈，坐着。好，大爷。大爷，这怎么？一个鸳鸯锅，免得你那些男的会说的，这个不辣我要吃辣的，那个辣的我要吃不辣的。再整两包煮火锅吃。再整包麻辣的牛油火锅，辣得你出汗水的哈。牛油火锅倒在这锅头。哎呀，再把先烧过的开水加去。来吧，你这儿拿上去煮去，把火打开，我去切点姜葱过来。你也吃不起吧？哎呀，麻辣里头加点葱姜。再来点老汁儿。口水跟着流。来，我打个坐的。你看，棍棍打个坐的。好，要得。这人家才整个嘛，第一下就跟那棍儿咬我来，然后再咬他的，我两个。啊，我给你两个打。哎呀，不许撒来，到了。是。吃不得喂。都不动。这。来点粉儿嘛。这嘎嘎的些东西甩嘛。再来两个丸子。我丸子是你给要两个，一人一个吗？我在后头补我一个去了，我三个一共一个。你婆娘还不存在说？哎呀，莫跟你拧，二到那几个男的来说，你啥子意思嘛？干轻点儿。我、哦、你把开玩笑。咦爸爸，这个技术牙都看出来了，躲你远远的。有手。好，等他煮完了，还要铺出来。好，这就往那儿开。那火的吗？抓鸭子吗？抓狗屎，抓鸭子，抓干耳朵。抓鸭子。抓几只？挂，抓啥？挂。哎，操你妈！这个哈巴，人家都还没说抓几只呢，你在那挂挂了。进来抓抓锅头，哎呀。嗯。嗯，你来吃不得，还叫我去吃这个饭团汤啊。我还是要来汤火。我应该也是吧。嗯，我在练，要不要买这块？好。哎，不要不要。这有黄孩儿的，但还是个人好，所以说我喜欢挨着一桌不愁吃的。对，不要你吃了，够了。对，咋了？你要谁？是借这个要借来嘛，吃嘛。这怎么汤火呀？汤火汤，好点汤。好，再要一瓶就行了。我先把它这汤火来，来嘛，再买一瓶。哎呀，算了，这男人和做个游戏挂了一半，再挂到俺那儿，这啥锅啊？男人情商太低了，吃饱了再。要不要这？要不要这个？我给你吹一下，我要不要？对，你是要考试，谁给我的家？嗯。俺冷热的时候喝完这个汤很安逸的。嗯，热乎乎的。那个男人还没恁热乎的哟。马大哥，是不是说你哟？吃一点嘛，你咋没拎到嘛？哦。你来对着吃。哎，这桌菜还有哦。哎呦。哇，这个粉条。这孩子包酒。